各位乡亲们，大家新年好！这是2020年的第一天，我们为大家带来了全新一代坦克雷达黑石版本。坦克雷达黑石版本完全进行一个全黑的图，看上去非常的稀奇。同时呢，在下一块可以显示公民文部还有计时的显示屏，并且对临时升级进行一个升级，还是送给了一个专业烘焙机的选手。标配基础款式更耐用，发热更稳定。OK， 再让我们来试控一下看看，首先发射电源线，安装了北斗锁紧保护。打开电源开关，屏幕会分别显示功率、温度还有计时。后继续沟通，开始转动。后期像我们在一个三月份时打开电源的时候，就可以和机器参数。打开冷却开关，冷却动上开始工作。后面的手柄还可以用来收集机器的反应。使用时效果就是这样的：按键是计时开关，按第一下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计时，按下暂停计时，按下紧迫铃。我们把回旋钮调到50一下，屏幕上的 power 就是我们的现在的功率，OK， 热气完毕后，我们用小火把金刀后面一锅一下去，今天回家了，回家贵。后面来听讲我的专业，徐教授啊，虽然是刚下到现在，一般在160度红米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打开冷却开关，然后加入冷凝系统。当然，个人是比较喜欢全程都带着冷凝系统的。看效果的话呢，也影响我们加入冷凝系统，它的烟就会小幅度会达到10万。今天不要太紧，因为这里可能会抽走太多的冷凝系统，已经开始往我们再做一次取样。这里听到音频已经收集了导音频，播放以后导音频能加一层滤网，所以在下手时尽量就可以了，省一个导音频的动作。还好我们说下个环节，让它的铺的更均匀，让它聚累更快一点。我们的前控制仪加就完成了。我们来说的特点买，它是智慧温控和基础发热丝，操作简单，数据稳定，工业量呢大概是在120克到220克，非常适合烘焙上的家用和烘焙用途都是使用。